个演讲者是高雄市即卖市议员，啊，演讲你今仔等下来小我介绍一下，来请林宏志市议员来台湾演讲，谢谢。哦，林志宏，哦，林志宏。感谢咱林宏志医师，佮咱陈文照，哎，赵启林，佮咱李木通，赵启林，啊，佮咱吼，即届做伙来到洛杉矶，咱的战友，我们的戴伟山议员、曾博宇委员，还有卓荣泰主席，我先给多人一个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所有勇敢、坚定的台湾勇士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台湾为威权走向民主，短短43年的时间，因为真侪台湾人伫海外。关心台湾，牺牲奉献付出，台湾的民主这条路从来不是那么顺遂，不是那么顺利，为人牺牲，为人奉献，才有我们的民主会当一代传一代。过去的付出，让台湾这条路会当愈行愈有信心，也因为安尼。咱才有这一代，甲卫生、保育，会当在台湾打拼民主、团结的工作。我伫遮要先深深鞠躬，甲所有勇敢坚定台湾人、做海外乡亲，说一声多声，感谢你。这是我第二届来到洛杉矶。我第一届来洛杉矶的时阵，也是我第一届来美国。迄个时阵是14年前，14年以前啊。迄个时阵时空背景是安怎的？我来遮创啥？迄个时阵是马英九拄做总统，伊做总统以后，大规模的要甲中国，要甲真侪的计较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大家会记哩，伫台湾。阿舅啊，派人来台湾的时阵，咱台湾人提旗仔，贴表达，咱是台湾人的时阵，咱的国旗是叫马英九政府派的警察给凹转去，讲你袂使伫台湾土地，台湾的国家，讲家己的国家的名。迄个时阵，我是真求助，我真侪同学、真侪朋友，真正看袂落。迄落时阵，咱拢惊惊头，我参与的是。博宇参加太阳花学运之前的学运，野草莓学运，我已经迄个时阵，我伫街头，我们露宿街头一个月的时间，专台湾遍地开花。我要甲专台湾人民听的时阵讲，集会结社是台湾宪法保障的自由，来讲下去。来到台湾，拢拢欢迎。啊，不过咱台湾是言论自由，会当伫家己的国家、伫世界讲台湾的名，这是咱的主权。来讲是啊，不是？因为参加访问了后，我想着张老教会的邀请，民进党的推荐，来到洛杉矶参加一个训练，叫做 URM 非暴力抗争的训练运动。原本伫淡水美中后之前的时阵，张老教会会通 URM 的训练搬到去台湾训练，因为迄个时阵的台湾是安全的。哎，我马英九之前了后呢，迄个时阵真侪张老会真侪社会运动者感觉讲，哎，要训练一个机制伫台湾可能会产生危机，所以我迄个时阵才搬过来到
洛杉矶来做训练，我迄个时阵来洛杉矶十天的训练时间，迄训练对我来讲真重要，也是安尼训练呢，我了参加目标的训练、政治选举的训练的过程当中，拢是我的理念。咱大家一个目标，就是台湾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大家好唔好？台湾每一次的选举，看起来大家在讨论讲要选中国还是选美国，其实我认为真正关键的原因是自由甲专制的选择，也是民主甲独裁的选择，来讲是毋是？咱坚持自由民主这条路，过去拜登以来。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共同拍下的基础之下，咱即摆甲世界交真侪朋友。日本的进前过冬的首相安倍晋三，伊都讲一项代志，伊咧讲吼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。伊想要安倍来讲咧，因为。中国、中共啊，中国、中共，他们没有放弃要武力犯台，但刚回来，刚刚回来，回去，这几天又在军事演习。他们希望就是把他们这种独裁共产的制度往外推，把台湾拿下来。阿金王也说过话，他说一定要走的时阵，什么人会来帮助台湾？当然，第一类就是日本甲美国，因为日本甲美国军事同盟，所以讲，伊要打台湾进前，伊可以思考讲，伊可能要打上台湾，所以讲，无一点第一大台湾，伊可以先打日本，所以讲，即摆对中国来讲，日本是当事人啊，当事者，所以讲安倍才会讲吼，台湾有代志，都是日本有代志。但我认为讲是安尼，其实台湾确实有代志吼，是全世界有代志，全世界有代志。因为咱即摆台湾海峡，世界的专家、商业贸易拢在海峡咧自由航行，航行自由啦，安全无问题啦。确实台湾用摕落来以后咧，台湾海峡变成内海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专家、世界专家要经过。经过中国的同意，可能是不是？我着你叫伊去行外口，先训练先看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他说台湾要退落来，整个自由民主阵营的防线，就从第一岛链退到第二岛链。迄个时阵，共产集权的势力呢，就会直逼美国本土，造成美国的威胁。所以美国受到威胁以后，就是世界民主国家受到威胁。所以我来讲，台湾有事，台湾有代志，就是全世界有代志来讲，是毋是？所以讲，咱在座海外乡亲，勇敢革命台湾人，咱的使命感非常之大。我毋盲讲，阿个，咱用选票。把民主自由的价值继续做好条，大家好唔好？咱台湾站在全世界第一线，咱用坚强的国号、坚定的意志，咱保护台湾安全以外，也保护全世界安全，大家好唔好？歹势，小激动。串姐，每一届台湾的总统选举，就是每一次民主深化的社会运动、公民运动。八年前、四年前，咱都选点蔡英文总统，我们选对了，才可以在疫情变化当中，咱独家台湾够就好不啊，贵啦。有那个口罩，有那个技术，做全世界的外交工作。台湾肯定有
这几年我感觉讲，真侪台湾人非常骄傲，来讲是安怎？因为咱选到人，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当站起，因为咱选到人，台湾会当真真正正的安全。2024年，咱再一次选到人，选好偌像个，请做咱台湾总统台湾话好。选到人非常重要，我来自高雄的市议员。在2018年的时阵，我是一片参选。迄个时阵，大家都知影，在高雄有一个叫做韩流啦，吼，韩流。迄个时阵吼，我已经真正有够韩的，韩国有讲一寡话，一寡影片吼，伊的网络流量吼，超过高雄市250万人口流量。我想讲，我可能选一个市长吼，网络遐尼常在看的，要去研究。才知道说吼，迄个时阵，阿舅妈正在进行一场认知作战的实验，把高雄当作实验品，后边用五毛党用大量流量呢，在网上晒，晒量呢，在我们台湾中天哦这些新中媒体带进来扫流量，愈侪人看了跟风，啊，佫愈侪媒体对啦，因为媒体拢是商业电视台，拢是广告费嘛，啊，对流量呢，造成整个韩流的效应。迄个时阵吼，高雄人算予韩国有机会做市长，啊，不过伊做市长了咧，算不是真正要做市长咧。伊逐天伫遐画啥物高雄发大财啦，都太平岛挖石油啦。伊呾高雄市的市长这个位置吼，当作伊要选总统的跳板，绕跑去选总统。啊，叫啥物路过电灯了吼，不讲啥物。讲吼，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定海神针啊，完全跟中共唱和。一路跑去当的时阵吼，我真正是做袂到，咱就大家甲伊坐，大家甲伊坐，大家有机会来接触。我问伊东，伊就讲西；问伊 A， 就讲高雄发大财。凊彩我袂讲，无真正要为高雄。迄个时阵吼，咱想看卖，卡输讲，迄个时阵你选总统的过程。啊，大家没有这个认知作战的警惕。阿 Q， 韩国的动身总统以后吼，发生什么代志？那是疫情都开始的时阵哦。刚有可能迄个时阵，阿 Q 啊，放一百万人入来台湾，都台湾发大财。卡出这个代志发生的话，讲真实的，总统不用一兵一卒，不用一刀一枪，用病毒就把台湾搞倒了，来攻击阿 Q。台湾人哦，真有智慧，也真勇敢，也天公伯疼疼台湾，天佑台湾。哦，出门总统当选，会当开始把台湾的全国好，把生命健康过好，对咱帮助国际社会。这是咱台湾人的智慧，咱的选择。在迄当时，总统选举出门当选以后，韩国瑜落选。咱高雄人吼，也是有骨气呢，想讲吼，去互骗一届，袂去骗第二届，而且再套转来，所以讲可以同时咱发动罢免的行动，成功把韩国瑜罢免下来，好当伊呢，会当补选来争做公选市长。迄个时阵当伊呢，伊讲两年拼四年，两当拼四当，即摆高雄就选咧，陈其迈做得很好。起码有台积电投资高雄，最近新闻定啊，你讲的，有啥物前镇渔港、苏金忠议长支持高雄，加固十年，无改变的渔港，这个国际渔业的重镇前镇渔港，坚定改造，让高雄的地位、高雄的能见度，成为现在台湾之光。所以讲，邀请各位时代乡亲，再来台湾的时阵，再来高雄看看，来讲好无？唔，那是安尼，郑启山，进前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去到台湾的时阵，把起点要来高雄，行行看看咧，感受高雄的水，高雄的进步。最后，我要拜托各位，啊，对焦我讲话结论是安尼啦，所以选对人很重要，选错人哦，
梦想是城市国家的海了了。选对人很重要，所以最后我要拜托各位三项代志啊，拜托各位台湾乡亲三项代志。第一项哦，一定要等台湾投票，来讲好不好？机票买好未？啊，未买举手。啊，未买吼，紧紧点哦，紧点哦。第二项，一定要甲赖清德倒丢票，甲民进党提名的位，包括陈柏宇倒丢票，大家话好。第三项哦，不管怎啊吼，赖清德对手几个，是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还是最后正常一个、两个都无要紧，咱就催票、催票、再催票，丢票。咱台湾的意志，要建立打造一个自由民主、经济繁荣、有国际稳定、伟大美丽国家台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讲一次，咱用三票把全世界讲，咱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、经济繁荣、国际稳定。团结一致。